开放，他们可以讲出内心话。哦，叫你是设计师设计吗？怎么那么难看呢？你是设计师吗？你什么都不懂，你以为我看起来好帅吗？你拿出来关系。看你这个面怎么煮的，煮的这么软，又那么难吃的。我比你下面软吗？下面还软。你穿的衣服品质多好，你这什么东西都起毛球了。滚出去别的地方买。这些店员都不挑的，挑一个漂亮一点、帅一点的吧。你长什么样子？你明明有点，你说没有点。三个人四瓶，他另外一瓶谁喝的？鬼喝的。你故意吹的，没零零块吗？最期待的开场秀了，是的，是的。各位大哥，各位大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在开始之前呢，龙小弟处理一件事情。强哥，你现在连开场秀都不给我们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处理一下事情。我们先给你处理脚开呀！哎，好假，怎么这样子？什么？这什么？什么是挑战之一啊？太假了！你会太强了，不会不会，太强了。什么事嘛？处理一下事情哦。哎，因为我知道张立东呢，这一阵子在演出那个《搞笑者们》啊，对，舞台剧，舞台剧5.0了。上个礼拜呢，我买了4张去看了。哎，对，那哥真的是大。我那时候为了支持他，我连下个礼拜的4张票我都买了。哦，号角响起，我最看好你了。对，对不对？不对。上礼拜看完之后呢，我决定把下礼拜的4张票要做退货，马上退钱给我。退货？对，退钱。不是，你还没看呢，下礼拜。下礼拜因为我。身体不舒服，感冒没办法去看，还可以预知感冒。对，哇，翔哥，可是就是现在退票给我，是我们表现不好吗？还是不是表现很好？嗯，但是我以为当初去看这个你们的表演哦，是有赠品的，结果都没赠品，我是为了赠品去。这个我以为有赠品啊，没有赠品啊，我没有赠品就算了，表演100多分钟不是太久？我看一下，不是啦，不是，而且你们看表演都不能吃东西。退货退货，翔哥，你这个行为哦，就等于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在动物园里面拉河马了。谁在动物园拉河马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在讲你啦。怎样？奥克啦。奥克怎样？因为奥克拉河马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，就是奥克咦母汤哦。重现那个我不认识的，你看，你这样是奥克的行为，你还没看完你。哎，康哥好，忍了10分钟了。不是，康哥笑到那个肚子痛弹起来。对呀，对呀，对。康哥老板有，我好难过。为什么？怎么会难？怎么难过呢？都翔，这都是翔哥的 idea。不是，全都来，不错。连翔哥都救不了你们俩，对啊，对啊。哎，你刚刚那个这样旋转摔是在哪一个地方学来的？翔哥跟那个气功的师傅学的。啊，那个。翔哥可以退到一个，交给你，交给你，交给他。第一线交给专业的，可以退。你们两个一点质感都没有。谢谢彭哥，彭哥教的好。今天讲 OK。对，那。面对奥 K 的第一线的战士是谁呢？就是各位服务业啊，对，没错。好，那马里奥以前做服务业，我做服务业做多了，我出入行马夫，然后真的，要说马夫是吧？学长，你能不能用对待家人的温情对我们，好不好？开玩笑嘛，没有开玩笑。我打过很多工啊，有吃的，有卖酒的，卖锅子的，还有婚纱，我碰过太多这种事情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马里。婚纱，这个是卫生裤吗？运动裤啦，好丑！你看上节目穿这样是奥克的行为。我刚才发现，哇塞，穿运动裤上节目你是第一个，来来来，看，你双手举起来，不会啦，不会啦。有绳子，卫生裤没有绳子的啦。啊，有绳子，有绳子，防子有，肠子掉，肠子掉。我碰过太多奥克了啦。嗯，对啊，是。那 OK， 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处理？其实我并不会说去太攻击客人，当然的，我也不会说，因为我们有站不同角度嘛。如果我是客人，或者是我是店家，那个角度，可是我很讨厌，比如我今天是客人，我很讨厌就是你来服务我，或者是你跟我第一线的时候，你的脸是
你是完全没有工作的热忱，没有热情的。哎，对，嗯，就死脸。对对对对。哎哎哎，这边这个还有没有大号一点？有。嗯，那你还有别的颜色吗？有。就是好像你完全不想上班那种感觉。哦，所以你希望的回答是你问我。先生不好意思，这件还有没有？ Overcoat， oh yeah， 我真的有，我真的讲就是这个是太好像太过了，太 over 了，就是这种感觉就起来就很不舒服，就互相的，互相，对，就是有 OK， 当然有 OK 的那个服务生，嗯，那今天我们要这个请到这五位美女，她们都是第一线的服务员，就服务业，嗯，不要讲服务员，服务业，你是想吃面，因为我想第一线一定是服务员嘛，对，服务业，服务业。那首先我们先请问一下郑友友，郑友友，请问你担任什么样工作？哦，是实体店，不是店，是有店面的吗？还是对店面的？哎呦，现在有实体店面的算是大牌子了。没有，不是我的意思说就是，已经算是，因为现在做实体店面的成本比较高，越来越少，房租对啊，好。那请问一下甜心，水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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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做哪一行？水哈，平面设计师啊，平面设计师，平面设计师叫水哈，哎呦，哎呦，哇塞，这个厉害啊，那蛮甜的啊，语音要标准，雪莹水，雪莹水，雪莹，你让我们看的水哈，那个雪莹甜心是外号还是你在网络上的称号？网络上称号。OK， 会取。那雪莹甜心，雪莹，接下来就不得了，赛亚不哦，维亚哦，维亚。赛亚，我想说赛亚，维亚，请问从事哪一行？我是小吃的店员。哦，小吃店。对，卖面的。好卖，你要讲外面清楚，卖面，因为小吃部我们就害怕了。对对对，艾梦兰，他讲话很特别。维亚来过对不对？有很久以前，有维亚，哇，真有吃脑心哦。哎，他脑心真的银杏是我配的当饭的，是不是？这么好，开玩笑。哎，你叫什么 ？Ruby 是做哪一行？美妆店的。美妆店哦，美妆店。美妆店是什么？像康士美那种。屈臣氏，屈臣氏。美妆店，药妆店。在日本就是药妆店。哎，对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宝。大宝，你叫化妆师啊？叫大宝，叫大宝，你很容易就变成哎大宝。对对，还叫嘿大宝，这很怪。大宝，大宝做哪一行？学长好。哎呦，哦，学长。国光的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哦，那你是做哪一行？我是做直播，脸书直播拍卖的。脸书直播拍卖，我现在衣服都在卖什么样的东西啊？卖食材，就是像牛排啊、鸡排。哦，现在很流行，生鲜。嗯，我现在卖牛排是这样一个篮子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嘎贝哟，嘎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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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个山一样这样。你是第几期的？第几？国光。其实我不知道自己第几期，可是我前年毕业的。哦，那是艺曲学校，你也太混了吧，自己第几期都不知道，哇塞，因为已经是戏曲学院了，所以就是他们有分期，不像我们国光有分级，难怪叫大宝，大宝。那 OK， 每一个在不同的状况之下都遇过 OK， 那我们帮你们分类好，嗯，有哪几种？首先第一种是什么呢？什么类型？说话讽刺 ，Ruby 讽刺你什么呢？有一次是药妆店，妆谁这样的问题啊？这是好讽刺，谁这样？这是有问题，熬夜冷言冷语差不多。又他讽刺你，他会进来逛很久，逛了一两个小时，然后再下来结账。不能逛很久，康氏美妆可以逛一两个小时，可以。他是陶家的，每一个商品都试用啊。哦，是女生的，对对对对对。那他讽刺你什么呢？他就下来结账的时候，就逛一两个小时，然后我就可能会推销他一些周边的商品，对，然后他就会说，我赶时间，你可以快一点。一两个小时，他已经逛一两个小时了嘛？那你想说他也没有在赶时间？对对对，他就逛到他时间来不及才下来结账。哇，那你不是当场气死？你要慢慢的，所以有在记，所以有在记，有在记。对，我是觉得你们这个 EQ 要很好。嗯，对，你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不能正面起冲突嘛。就以前我有看过牛仔裤店，哎，有人进来买牛仔裤，他就说，请问一下32要在哪里？那一堆你不会找啊？啊，对，这种态度，我是这样。啊啊。是我，因为他就走了吧。我在跟邱文聊天，我们俩讲好笑一下。哎，老板干嘛？
那个请问32号站你那边一堆你自己找。然后还有一个走进来弄，我说哎先生干嘛这个店衣服不太适合你，可以。这男真的假的？挑客人的。哎，张总，哇，我们是挑客人的。哇塞，后来就倒店了。倒店，太讽刺了。对，太讽刺。好，威亚，人家讽刺你什么？就是他可能客人就是有时候会要点饭，但我们去的是饭没有错，可是他就说我是要点面，你给我饭要干嘛？而且那么难吃的东西。然后或者是说，这个不叫讽刺，这叫整笑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嘛。等你，哎，对不起，我赶时间啊。哎，请说。就是可能还点了一碗面，然后他说好啦，这么便宜哦，我来吃吃看呐。然后我说好啊，你可以吃吃看。然后吃完之后，勉强还可以啦，下次会来给你捧场啦。哦，就讲话了。我想说20块的面在嫌什么？我面才卖20块。他这个就是活生生的酸民，对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处置？我说好，有空再来哦，欢迎光临。还是客客气气的，你不能跟他讲什么啊？不要来了。而且他还想我们说，就是好了，还算可以啊。那何必要讲成这样？我们面超便宜的，他可能是不好意思。你们是卖什么面？20块？正常的面啊，干面啊，干面、傻瓜面。对，真的，你们哎，没有，我们有放卤肉、卤汁、青菜、豆芽。怎么那么便宜？对，你们开在哪里啊？北车那边。北车是什么？台北车站。缩写。北车。你什么时候叫我？你好恶心哦！你录音示爱干什么的？那有没有就是去你吃面是卖面的什么法色、啊？有没有这样？我不能坚持做法妹嘛？怎样？你有意见是不是？心里就是 murmur， 但是也不能讲。可是客人会说：“哎，你法色很好看，在哪里染的？”大部分不会对我的像我这样，大部分没有负面的。对。那有没有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卖面？怎么长那么漂亮？”这样。准的啊，怎样？准的，你听过这个回答？非常特殊的，徐哥也是准的啊，徐哥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假释放，徐哥也是准的啊，徐哥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他拿那个钮承泽的照片去整。然后会中间遇到宋兆琪，就两个人一起去讲。怎么会长这么像啊？几个人？哎，郑悠悠，谁要跟你讲话讽刺？客人，他讽刺你什么？他说你们衣服怎么卖这个价钱？网络上才卖多少钱？他说怎么卖那么贵？我就说因为有一些我们是韩国进的，那网络的图可能是有一些是大陆的图，而且你看不到实体。所以你不知道说拿到是怎么样，质感不一样，质感会不一样。那你心里怎么想？就去网络买啊。不过差不多，但不能讲出来，不能讲出来。不过说真的，买衣服是这样，有时候网络那种你看的照片是这样，东西来一摸，我跟你讲，当场哭了。对啊。上次有个新闻说，有一个男生买那个充气娃娃，哦，我知道，很正，你知道吗？又送来是欧巴桑，太过分了，送阿妈来是怎样？他很气，你知道吗？不能退货，这不能退货的，没得退，他那个糊弄的嘛。哎，他那怎么退货？你然后用完再退是？他就糊弄你，就是不让你退。我觉得他不会管你。那个应该是被老板先用过，对啊，他用老了再用，怎样变老？送来是诗人，你知道吗？诗送给阿公，太过分了。年龄层不同，那因为今天啊，他们在职场上其实受过不少气，嗯，而且他们这种气是什么？是闷气。对，你真的是哦，哎，坐久了，我觉得会内伤，因为那股愤怒啊，一直藏在心里面。像我的愤怒，我从来不藏的。太毒了，好香！你都看到我的愤怒啊！哎，武士刀给我快点！啊，没有，弄到这边来了。哎，我们这边没事，这边没事，有事是那边的。好可怕！那今天呢，我们既然做节目，我们就要让他们发泄。哦，发泄，发泄，要怎么发泄？怎么发泄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做同样他遇过奥 K 的，怎么样？你有没有看汪兆？
有啊有啊，我们去拿伞，伞是在那边。雨啊！有雨啊！我跟大家看。好了，来三冠军，来怎么玩怎么玩怎么玩嘛，怎么玩？吓死了！吓死了！不是是这样，因为他们平常都受到很多客人的气，闷气。嗯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同样要做那个跟奥凯一样的事情行为，但是今天开放，他们可以喊扣，他们可以讲出内心话哦，动手动脚都可以。我觉得你一定不知道我们进行的方式。对，我先演给你看。你好，我也好可爱。气，哇靠！现在店员都不挑的哦。我先演，他们一般上班。哦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对啊，就我们老板错。换一个厉害一点的吧。对对对对，對啊、我的错，我错，我真的不好。下一次，然后现在是讲内心话，预备起。哎，现在店员都不挑的哦，叫一个漂亮一点、帅一点的吧。你自己长什么样子？这样懂吗？什么职场霸凌啊？你那个巴掌，你也想演？没有，我觉得很生动啊，很生动。哎，干好，他也 OK， 你演那个。不行，我要做好口碑。我有喜欢我，所以我先换。没有。来，我们第一位是谁？谁要来？游泳。游泳来甩好了，对，游泳甩，然后跟他演，哎呦，好吧，游泳你要甩看，来，谁要演 ？OK。我们影帝，哇，帅帅，来，哎呀，来，我帮你拿，这要怎么演？的奥克，哇，那自己拿就好了吧？自己拿，那个台词在那里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乱演 ，OK， 不要演成员外了哦。要先演，不是。要先演正常的吗？还是直接心里话？先演正常，正常的，正常版就是你应对进去店里面应该怎么样。哦，然后我们就咔，然后再演一个真正内心心里话了啊。好，预备，哎。我想看社员外，你先演社员外，来开始啊，开始，我在挑衣服了。先生好，慢慢看哦。哎，不是，你们这个衣服品质很烂的。啊，真的吗？怎么布料怎么会是这样子？不会啦，这真的，很多客人买过都觉得 OK 的，真的。胡说八道，哪有？真的啦，明明就很烂。还在那边强辩，不是，哎 ，OK， 不是来找麻烦。这个不是你这个再演下去就要砸店了。那对白也不跳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对白就是这样，就做这句而已，演太多了。就这样，好不好？重来一次，重来，这次内心话，这次内心话，内心话，内心话，真正讲出来，对，开始。哎，不是，你们这个衣服的这个品质很烂。真的不会啦，不会。你什么不会？你看这脱线了，怎么不会？不然你穿的衣服品质多好，你这什么东西都起毛球了，那滚出去别的地方买。我不是先演正经的，没有啊，刚刚正经不是演完了，完了，这样过不过瘾？装，好不可爱。接下来，好，请看，超爱投诉哦，投诉，对，现在动不动就投诉，正由你也被投诉，对。他投诉你什么？就是他的那个储值卡里面可能只剩下1000块，他说他里面还有2000块，他就说是我们是诈骗集团，说他根本没有用这一笔钱。然后后来我就说你可会不会是你忘记了？然后他就说没有，我没有买过这些东西。然后他就每天来大吵，而且是直接骂到就是我跟我店员，然后我店员都哭，然后隔壁巷子都听到，哇塞，就是隔壁的店家都听到，就硬凹就对了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就说那没关系，那我们就交给司法处理，交给警方，我们报警好了。后来他发现他帮他女儿买衣服，然后他忘记了，然后最后我们跟他讲说要报警的时候，然后他还说，哎呦，你们不要那么小气啊，为了那1000块，那你以后算我75折就好。还要，对啊，爽够他了耶。不是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。啊，那他是什么几岁的人？大妈，就是妈妈，不知道。其实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的想要打个折，什么都要打折，算小便宜，对不对？就是想要跟别人不太一样。对对。我有没有一些傻逼事这样？没有啊。你可以不要一直跟我对我。开始了，对，突然觉得好像跟你私底下在聊天。对啊，马里奥，你遇过最恐怖的奥克？很多啦，你刚刚说投诉这个，
有人喜欢拿消基会来出来讲啊，你们这东西怎么样？我可以告消基会哦，我可以在脸书上面写你们的不好，写你们的负评哦什么的。嗯，还有喜欢什么？喜欢搬？哎，我认识你们老板哦，那个谁，康哥今天有没有来？嗯，他就还是想要打折。对，嗯，还有就是喜欢占小便宜的，就是 Long Island。哎，爸爸帮我调厚一点，浓一点。嗯，实际上你根本就没办法这么会喝。那他就是喝了两杯，再帮我加点可乐，他就一杯变两杯。他不会喝的就喝到吐。我真的不懂啊，我真的不懂，你怎么会喝到你连吐了你都没有办法控制？嗯，比如说我们要吐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说，哎，要吐真的不行，去厕所，厕所出去，然后马桶。那你有马桶吐就 OK， 你吐完就冲掉嘛。你不要吐在小便斗里面呢？啊，哎呦，那难。还有吐在吧台上的，吧台一吐，有很多，还有听到没有？不要再乱吐了，吐到康哥是整个就是直接这样，然后，有，这样子，还有。去厕所吐，然后吐之后还把门关起来，然后睡死在里面。对，这很多，这很多，就是喜欢占便宜的啦，喜欢啊说你酒不好喝啦，然后调了另外一杯给他，啊，这一味道也不对，啊，怎么样才对？他也讲不出来。对，给搞就喜欢给搞那种的，就是要 A 就对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太多了。你有没有发过脾气？有。你怎么了呢？跟客人对干？什么情况下发脾气？就是没有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，就是嘴巴可能比较硬一点，比较臭一点，就是不然，比如说你说不好，那不好你就不要来嘛。今天这边我都不收你钱，那以后你不要来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哦，真的，哎，这好哎。不是因为你这个客人很麻烦，我为了你处理你的事情，影响到别的客人。对。还有你喝了吐了之后，你不要，我不是说我轻，很麻烦。你会影响到别桌，因为那个味道很不舒服。对，一个吐，然后就，你看那个好像传染病嘛，对，然后就，那他就，很多，就很多啊，那种喝酒的地方就是会这样，然后会卤的啦，会怎么样的？我没有点这个啦，啊，你还有很多国外回来说，我明明有点，你说没有点，他们要分担嘛 ，separate check，separate check。三个人，请问一下，你刚为什么要这么娇柔？就这么国外，比如说啊 ，sorry，we want a separate check。哦，好，那你们就把钱全部都用到多少钱就给我就好。你们我要一张，然后他要一张，三个人四瓶，那另外一瓶谁喝的？鬼喝的。No，why？ I just drink one beer。Yeah， me too， beer。那另外一瓶谁喝的？It's good to drink， 魔力零块买。设计师放三个人四瓶，他另外一瓶谁喝的？鬼喝的。No，why？ I just drink one beer。Yeah， me too， beer。那另外一瓶谁喝的？ It's good to drink， 魔力零块买。太多了啦，讲到其实会真的会受不了，就是你是他在撸什么？这也是算 OK。那我们今天还是要输压时间。好，那阿达你来输压，好吧？既然坐前面，看你一定要好好输压一下。来，请打人，打，扬声打就等于打，你可以打他，好不好？早就注意你很久。哎，干什么？你注意人家干嘛？预备，去。哎，那个 Ruby 是，那个麻烦结账快点，我赶时间。快点好不好？我赶时间。你什么东西啊？你穿的什么样子啊？你可以赶快走吗？走哪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直接动怒了？这不是第二次啊！你要先演说，正常。今天不好意思，他平常就会这样了。他平常就这样了。平常是这样，平常演的是正常的。对对对。那接下来激烈了。接下来你内心要讲，再一次开始。哎 ，Ruby 啊，动作快点好不好？门口车在等呢。可以稍等一下吗？不行，没办法，看到你，对啊，不是。春晓一刻值千金，赶快我车。你赶时间，我就不赶吗？你什么东西啊？你穿这样子，你来这边买东西哦？对啊，不然我。那你头发长这样子，对吗？对不起，我妈生的就长这样子，所以妈的。往那边走，不送。我要往那边走了。哦，谢谢。那我还会再看。你这样，你这样不够，这样不够。你看，来，你来示范。那个康哥，你结账想？你看我康哥干什么？服务员啊！你干什么啦？对，我没有路啊！你怎么那么凶啊？好，来了。不是，那 Ruby 啊，那结账可不可以快一点？我赶时间，门口车在等啊。你赶时间，我就不赶时间的。啊？那你在上班？你是人是？我是狗养大的。啊？腿那么短，没那么短，赶时间。你先赶腿，你要先出门吧。对不起。
骂你。谢谢，好不好？请坐，请坐。去短腿，去短腿。真是羞辱人，很屌，很屌。哎，太好，刚刚那个是错误的示范，但是是内心话。嗯，来，接下来下一个。哎呦，无理的要求。无理要还要？哎呦，维亚，吃个面有什么无理的要求？就是我们店里没有卖的东西，然后客人就是下午来就说，哎。你们这边有没有汤面可以帮我煮一碗吗？嗯，然后同事说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只有卖羹面，没有汤面。然后他就一直拜托我说，然后我同事就说好啦好啦，那不然煮出来味道可能不是很好吃，那你可以接受吗？客人说可以。好，煮出来之后呢，就整个变脸哦。他说你们这是什么东西，超难吃的，跟屎没两样。然后我心里就想说，那你是在吃屎吗？后来就是变成说，就还是退他钱，就想说不好意思。那哇塞，他转角就在笑，我跟你讲。对，而且他是又可以了，他是快吃完才跟我们说，你们煮这什么东西有够难吃的，也差太多了吧？对，哎，很多是这样，就是他一定要吃到奇怪哦，你吃他第一口就觉得难吃，你怎么会吃到已经只剩蔬菜了？对，哎，很难吃，哎，不好吃，对不对？对，这种是可恶，不行。而且是重点，那种。不是我们店里要买的东西，硬要你特制，我们还专程去特制给你，对对，专人服务给你，然后你还这样嫌，还说跟屎一样，然后就想说 O S 就是，那你在吃屎吗？没有，你应该说哦，那你吃过屎，好厉害。对啊，知道屎的，我没有吃过，你吃过？哦，这个狗的还是猫的？哦，那 Ruby 你很多怨言啊，因为我们美妆店都有很多试用品，是，对，然后就有客人会要求要把试用品送他。没有买这个，可以那这个可以给我用吗？嗯，对，或是没有买就说，那我可以拿这罐回去用用看吗？废话，当然不行啊。还有那种直接把，你问他说，那收音机要不顺便带回去？对不对？直接带空瓶，然后到那个试用品带走。哎呦，有这样子的，太低，这个视同偷窃哦。哇塞，要素颜来化妆。哦，素颜来化妆很多，百货公司楼下最多。进来出去就晚妆了。我说，有时候在百货公司看到一个女的穿晚礼服，哎呦，但素颜，然后。来画好以后说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结婚，太夸张，这么省预算。但是这个有听过，有听过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以前做过一个很贱的事情，就是出门忘记喷香水，哦，就到那个百货，哎，这个这瓶，哎，我看看味道怎么样，还好，这个还好，当天晚上就一阵香，这个还好，这也是 OK， 说还好。哎呦，不得了了，然后水哈终于要讲话了。所以哈，所以哈，所以哈，设计师为什么会被人家无理要求？会很长哎，叫你陪他，叫你陪他去泡温泉，穿短一点试用一下。那种有遇过，那种我朋友有遇过，真的就是不是说他是看他很漂亮，然后就一直约他出去，假装要谈东西，就我谈都只有问说，哎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要不要明天去看电影那种？那种很夸张，可是像我遇到的是，比如说一开始就已经讲好价钱了，然后我们都会是先收一半，然后尾款之后完成之后再收。对，然后他会就是，对，然后他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，就是挑剔你的东西，因为都会先讲说可能改两次版或者改三次版。哦，他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就说，哦，我觉得这里不好，这个不好看，那个不好看，然后要不要再改再改再改？所以行规上面来讲是两次。没有，是你自己定，就可能就是他们会签一个合约啦，对，我先跟你讲，双方合约里面就会写好，那每个人的合约条件不一样，他那就照合约走啊。对，可是他到最后就会一直改改改来改去，说他要第一次，嗯啊，很像对，就是已经让他改超过，还是要第一次的，然后就觉得说设计师设计出来就是第一次最好，不要再改了，而且这是钱呢。对啊，每改一次是一次钱呢，而且还有时间呢。对，时间没有最爽的是最爽的是木工，他给你算班了，哎，又改，好，没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好可怕哦！哎，舒压时间，来舒压时间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想不要。最爽的是木工，他给你算班了，哎，又改，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好可怕哦！哎，舒压时间，来舒压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想不要舒压，愤怒，好，愤怒了，愤怒了。哎呦，哎，这是有求必应啊！好期待啊！对，不是你就是一个讨厌的人。对啊，你还演最适合，我觉得是 round down 的一部分呢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连续两次就讨厌。
预备，正常回应、哦。先正常好不好？好，请开始。是，你这个作品怎么设计出来没有你一半好看呢？你在讲什么、啊？我有叫你喵喵吗？这我不会演，要你来演。职业病。好，来了，来了，专心。所以好了，我们来，一次 OK， one take 啊。不是，你这个作品需要你的设计师设计吗？怎么那么难看呢？啊，真不好。你不知道这家店是九头看。怎么设计的嘞？真不好意思，要不然你再跟我讲一下你想要什么样的设计。你多用点心，用点爱，这高包将来是我们要整颗心都进去。没有，对不起。好，第二次，弟妹，真心话来了，真心话来了。哎，你头发好乱，对不对？开始。哎，不是啊，你这设计师怎么当的、啊？你这设计出来这么难看。你是设计师吗？你穿这样子这么没格调的，你是设计师吗？你什么都不懂，你以为这些钱好赚吗？你拿几百万出来？他还有道具，可以有，还要有用心哦，准备哦，你可以加入，我们国光班底啊，还自己准备道具。而且刚刚看得出来，他讲真心话，用心，真的，尤其是衣服品味那一段，衣服是都麻烦大的，好不好？好。来下一个，爱拿爱写，这有你们不是服装店吗？为什么？服装店是很多 OK， 不是爱拿什么？拿什么呢？就因为我们就是有搭配一些节日，然后有做送礼物的活动，比如说圣诞节，然后想说就是回馈给就是我们的老客户，然后我就特地去韩国，然后挑了很多饰品，然后就是包成礼物，然后想说要送给他们，很有心哎，对，然后后来他们就买了之后，因为就有买就可以抽，对对对，然后后来买了之后打开，他就说。这都是你们过季不要的东西吧？他说这就是垃圾啊，这就是白目，这就是白目。然后我说如果打卡就送礼物，然后打完卡之后，然后再把打卡记录删掉，然后拿了礼物说是垃圾，这就过分了，对吧？这过分了，对，很讨厌，就是送你，要不然就不要。我们在酒吧也有碰到这种，比如说啊，学长来，学长这个啊，请你吃，我们弄几个菜请你吃。其实人家请客其实就无所谓了，哎，这个有点，这个都太老了，这个你家炒不对啊，这个就很北吧。对。然后比如说啤酒，那啤酒我们当然不可能送比较好的啤酒，一定是送比如说比较普通的啤酒啊。那你送哎，学长是一手，这边这手先请你们喝的。啊！你怎么送这个牌子？你们别的有没有别的、啊？他是点的，是不是？他就觉得，我就觉得这种其实就很没有 sense， 不应该了。对，像我去店里多屌，对不对？就是比如说学长说，哎，学弟马里奥，哎，他妈帮我弄几个菜好不好？他拿一学长康哥就拿1000块，叫我买那个串烧或咸酥鸡。马哥可是康哥还不会，他不会说什么买豆干干嘛？你不会，因为我已经为了你去买。真的。好 ，OK， 学弟很好，马里奥谢了。就那就是舒服，可是你叫他咸，对，而且还这样，蛮有趣啊，真的蛮很好，照钱。我们最喜欢康哥这种客人，对，因为这种哦，就是说大家都做服务的，其实他太，你又不是他爸，对，他凭什么去外面帮你买？对啊，特别哦，他帮你买是给你面子，已经是 special 的服务了，哦，维亚在哪里？你们面店能拿什么啦？拿豆干了。就是煮面，然后客人就会说，客人就是很会嫌说，哎，你们那个面怎么那么烂啊？烂的跟泥巴一样，有够难吃的，到底是怎么买的啊？怎么煮的、啊？有没有在算时间啊？我来这边吃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去吃外面的土都比你好吃了吧？煮的面好吃，我就觉得想说，哎，你讲的话好像有点夸张了，哎，对啊，就是咸得很夸张，或者可以比土还难吃，对，都是土啊，要不然就我们对，不是屎就是土，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了客人到底有什么，对啊，你们是不是真的想吃？没有，我们有很多，是不是？没有哦，我们很多媒体来采访，吃土面。我们不会因为便宜然后就难做。你们是因为啊，因为在台北车站对那边人
杂白白种，对对 对, 對、哦，不能讲杂，白白种，白白种，真的是，你怎么讲人家台北车站的人杂了？不是啊，我跟你说复杂嘛，就是各式各样，对对对，了解了解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。我们那边也很多乞丐会来吃，哦，你会但是你不能赶他，然后常常会客人闻到味道，哦，对。这个也不能说什么，也不知道怎么办，而且他就没钱嘛，来就吃嘛，没关系，啊。但是你们是就是会收他钱吗？不会。可是如果今天有曾经遇到客人说我没有钱，你可不可以请我吃面？就是啦，你们还是会可以。可是他很嚣张，过了每天都来，就说 啊，你们老板就说要请我吃的，你现在要我等多久？就我想说太多，这个就有点。等一下，他是不是精神上有一点问题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他是。应该是吧，在行，我觉得是应该有点疾病，有点问题。正常人不会这样，看起来正常，也不会这么厚脸皮。没有，没有。很多精神上有疾病的，看起来都是正常，看不出来。为什么是神经？然后这个不正常，有时候会突然爆发，就是这样。而且正常人不敢吧？对呀，立冬应该。你敢哦？我是正常人呐。那甜心，你有什么事情要发表？一个餐厅叫我做 DM 跟 menu。然后我就帮他们店拍摄拍好做好东西整个都弄好也印制出来给他，他就说这个不是他要的啊，对，他就说这个这样不行，我不想要，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自认想说好，那可能是我能力不足，然后我就说那真不好意思，就他就还是把那个就是我以为他不会用，因为我想说你觉得很不会用，哦，所以他拿去用，他就放在餐厅里面用，DM，然后后来就有朋友，哦，对 DM 跟 menu， 然后我朋友就有去他的店，就是大概隔两个月有去他的店，然后就说哎这 menu 很好看，他就特别就是故意问一下，就说这 menu 很好看是谁设计的，然后他就说哦是个名设计师设计，哎呦真是一个好方法，其实这个可以告，对啊，这个是侵犯的智慧财产权，这可以告的。来来来，舒压时间，来恐怖了哦！来，那这个舒压，因为由于这个来宾的个性，所以我们就不用演那个好的那一面哦，直接发泄，好吧？来来来，我平常也是很客气的，直接发泄，平常也是很客气的，看不出来，好，直接发泄，直接发泄，喝咖啡来了，对啦，来掀他的面，掀他的面，北小姐。啊，你这个面怎么煮的？煮的这么软，怎么那么难吃啊？你会不会？你这个开店是开什么东西的啊？有比你下面软吗？你上面才软吧。这叫什么？OK OK。我不接，我直接就脱去。这叫能 Q。不，我是看泌尿科。哇塞，这句话好狠，你怎么想得出来啊？对呀，这样爽不爽？真的。还蛮爽的，没有人这样，因为不能直接跟客人这样讲。你把这段话印成一张大纸，贴在门口。我可能会被坏掉吧，我会被坏掉吧。就不要嫌我的面软，对嘛？我的软面是给硬汉吃的，对，咸和咸呐，是不是？我有让你这个情绪上一个发泄，我们非常高兴。最后一个哦，奇葩，大宝，你们也有这种吗？奇葩的。因为我们是直播上面，就是大家留言都是即时的，然后我们在开麦的时候都会就是先跳舞暖场，因为直播你要开麦，对，就是要吸观众，要人数，哎，牛排，牛排，牛排，没有穿牛排，然后就是上面，谁啊？上面他们讲话就会比较不礼貌一点，还会比如说，因为我直播就是上这样，就会比较露一点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哎，再脱一件嘛。再拖一件，或者是对，或者是牛排，又不是牛肉场，对，或者是你爸妈知道你在这里吗？我就说哦，我知道啊，他们很以我为荣这样子。然后就是还有前阵子那个柱子牛的风波，嗯，对我也会说我们家保证都是原肉下去切的，嗯，对。可是他们就是会不断的把就是讯息就是一直打上来，一直讲负面的，对对对对对，一直攻击你，就酸民酸民酸民同行啦。因为我没干过这种事哦，你也去弄别人？你怎么？请问你在哪里？不是啊，我听说了，听说就是安和路不是酒吧街吗？对对对对。啊，看康哥那家生意比我好，然后就打电话报警啊，他们那边有人闹事啊，怎样怎样，然后就有警察过去。烂货，烂东西。哇塞，有人就没有，我们没有这样，以前就有人这样会做。你没有这样，因为你们生意不好。你知道最严重的？当你的这个店的这个地址。报案记录过多，你是会被勒令停业，就是麻烦人物，对，是个麻烦的区域，他警方会慢慢久，他就会
强制，哎、欸，你这个店不要开，就是给你压力就对，很可怕，你就不要开了，打电话，很可怕，因为你这个店一直在闹事，那你们、神经病、啊，你不要开啦、是不是？来，大宝，大宝来，最后一位，最后一位，哎呦，大宝来。哎、欸，区哥，区哥下会怎样、啊？真的，对啊，就你上了嘛。啊，对不对？学长跟你讲，今天不要客气，好戏，那直接骂他就好了，不要客气，先给他一拳，对，或是补一脚、啊。你给他一拳，我这边另一个补两拳。太大声了。这一段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好，预备起。小姐，这个是卖什么生鲜牛肉，还是哈、啊，还是卖才艺啊？哈、啊，卖东西跳什么舞啊？我是卖肉的啊。然后嘞，身材这么好吗？那我再看清楚一点。啊、来看，你看看清楚一点。不行嘛，你这边看清楚一点。卖肉嘛，你不爱看你就出去，你不爱看不要看。我也不想看啊。你不要看，你滚、啊。你不要看，你滚嘛。他其实蛮屁事的。对啊，没有那么凶。对啊，他其实蛮好的。来，我们两个演一遍。我们两个演。没有。我演今天五弟啊，内心有一些话要讲，是吧？没有啊，啊，没有啦，没有，这会讲吗？讲吗？讲了，讲了，不行，讲了，对啦，不是讲没关系，我不会讲。汤哥不是每天都给人家机会的，对，真的难得，讲吧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还是来说一下鹏哥啦。好，那五弟他。讲吧讲吧，讲了讲了，不行，讲了，对啦，不是讲没关系，我不会讲。汤哥不是每天都给人家机会的，对，真的难得，讲吧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还是来说一下鹏哥啦。好，那别再讲了，写的那么无聊啊！如果有关系就一定要讲，对不对？讲开了，把事情讲开了，讲开了，我们没关系，一家人。是啦，因为我好歹在台中也算是个望族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还不错，是吗？然后有吗？在这个演艺圈也算事业算慢慢开始有成了。没有啊，不是，给他鼓励一点。对啊，然后但是因为鹏哥每次在有一些女来宾来的时候啊，尤其是像你们这样，对，很漂亮。然后我本来想说，哎，会不会因为我单身，然后你们会对我有一些才艺有一些憧憬，会觉得我很幽默，想要进一步交往。可是鹏哥在我这样准备表演才艺的时候，他就哈哈痛，然后我的裤子整个被脱掉。这样才可以看清楚啊。是不是？对啊，你们会不会聊天、啊？可以先看一下。你们这是欠客诉。然后呢？然后要继续。不是，然后我跟你讲，就是被脱下当下会吓到，吓到之余，会觉得有点难堪呐、啊。难堪会吗？会有一点会啊。是吗？不是啦，不是。如果这样子，以后你就明讲，这段剪掉嘛。对啊，是不是？但是脱还是会脱。对啊，不要。但其实这干嘛剪掉？你既然你这样不舒服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穿，你就这样来。我们也省得脱，大家也看习惯了。其实脱到后面，有时候我也觉得，哎，好像还蛮好玩的。蛮好玩的吗？其实还蛮好玩。所以呢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这样子很好玩吗？你就你脱了十次，换我脱你一次就好。哇！这节目到现在，我只不过脱三次而已啊。哎，不止啊，掉记录应该十几次，因为都被剪掉。三次，有几次脱不下来啊？那不能算啊。哇，你竟然还要客诉我？就是啊。脱下还要算啊，哎，你看他是什么十次，然后脱你一次。对，十次。对啊，鹏哥你还有六次。对，你还可以脱六次，然后就不脱了。我请问你，你去电影院看电影，结果他停电了，这部电影你算看过吗？对啊，这个什么东西？听不懂啊，听不太懂。就是你裤子没脱下来。不要脱，不要，不要，真的不行。我干你！那干嘛？这什么节目？啊！你赶快走，赶快走！无理取闹，那服务观众怎么来干掉嘞？脱裤子还有六次扣的，哎，对，六次脱衣服还有九次。其实这怕真的不用硬播了。我是说真的啦，就是说每一个人大家都是出来服务你们的，那被人家服务的时候，请将心比心哈。但因为你不是他爸，他也没欠你的。所以说那个大家互相不要这样子一直欺负他们，先谢谢大家，谢谢。